欢迎收看这群人的频道，我们感谢某某购物网。耶！双十一就上某某购物网，满额1元加购 NS Pay， 全站最高再回馈23%，请收看我们的影片。儿子啊！妈，你干嘛啦？那你是怎么这样啊？他吃我们的，住我们的呢，怎么可以这样说走就走啊？妈，我没事好吗？你出去啊！可是我儿子失恋，我就是要来陪他啊！妈，我没事，不用。儿子，你不要封闭你自己，你有什么事情你要跟妈妈说，你知道吗？我没有封闭自己。那女的是怎么跟你提的？我们是和平分手啦。啊，她都没有想要挽回哦。我也没有挽回她啊。你没挽回她还好吧？她吃我们的，住我们的呢。妈，这也是我心甘情愿的。啊，这女的怎么那么无情啊？也不会想说要打一通电话来跟我说，阿姨你辛苦了，谢谢你照顾我这样子。我等一下上课啦，你不要在那边烦我，我先准备东西。我跟你说，不要想太多哈，知道吗？没有事啦，妈妈永远都在，妈妈都在。我要整理东西，你先出去。啊，你要死？我知道你都在啦，你哪一天不在？哎，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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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干嘛你头发翘一边啊？笑死人了。你是干嘛了？不要总是要开玩笑，你又不会看场面了。看什么场面呢？他跟他女朋友分手。啊，他不在一起很久了。哎，我以前开他玩笑，他一定会呛我。他现在的心情一定是七上八下，非常的烦。难怪他有一种想要掩饰他心情低落的感觉。对啊，而且我演得不好。演技不好就不要演嘛，真可怜。不是在演的，是真的分手。哎，打经典。你看他笑得这么开心，难道别人看不出来吗？他真的在自欺欺人。奇怪，为什么不能用正常来表达自己的心情呢？假装自己很开心，这样对吗？这就是在强颜欢笑。哎，不是啊，他这样对他失恋有什么帮助？于事无补啊。为什么要透过甜食来忘记伤痛呢？这借酒消愁。哎。真的很感人。不是，我真的很看不顺，自己不开心干嘛让大家知道呢？哗众取宠。我就想说，哎，我会不会是被他骗钱的？他骗你钱？他凭什么骗你钱啊？我打从他一开始接近你，我就知道他要接近你是为了……不是啊，他自己不开心干嘛骂别人？迁怒于人。木星真可怜。你可以不要这么消极吗？我没有消极啊。你不要骗我了，弟弟，你就是很消极，所以你才会睡到中午。妈，我平常假日都是睡到中午，不是只有今天才睡到中午。哎呀，你看你都瘦了，你的脸都凹了呢。我今天早上才量了体重，我没有瘦好吗？我去切水果给你吃，不要跟我强辩。我没有要吃水果。来吃水果哈、哦，弟弟，你振作起来好不好？振作！我没有事，我要振作什么啦？啊，你看电视都没有笑啊！那电视就没有演到好笑的，我要怎么笑？不是啊，你以前就不是这样的啊！我以前都是这样的。你是个开朗的少年呢。我很开朗，但是现在我只是在放空看电视，电视没有演到好笑的，你要我笑什么？妈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有什么事跟妈妈说，妈妈都在哦。妈，我真的没事啊。你知道吗？交往7年呢，吃我们家的，住我们家的，好，啊，现在一声不响就走了，也没有打电话来搞我怕求婚呢，也没有来跟我说声辛苦了，阿姨，谢谢你这样子。妈，你干嘛一直跟亲戚说啦？我就咽不下这口气啊。那你跟谁说？小姑姑。小姑姑她就最八卦了，你跟她讲她不就全部的亲戚都知道了？你放心啦，全部的亲戚我都说了啦，小姑姑是最后一个，够不成八卦。不，你很烦欸，你干嘛一直乱讲啦？什么乱讲啊？就事实啊。我跟她这件事情你又不了解，她在那边随便乱讲。那你跟妈妈说，妈妈就会知道了啊。我跟你说啊，劳拉，你再去亲戚那边讲一轮哦。反正讲到最后，你儿子永远都不会错啊，你就会说都是那女的错，都那女的有问题啊，那女的都很糟糕。对啊，就是那女的错，你又没有错。我不想跟你讲啦。啊，对啦，都是妈妈的错，你也不会去骂别人呐。我不想跟你讲啊。
你有听到哈？我儿子也是这么生气，那女生就是无情的，就是这样。对啊，这真的很不应该，你知道吗？妈，好了，拜拜了。你好。好，我看一下哦。看多少钱？没关系，这些就是今天都算你免费。哈？免费？对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这个学期刚好有一个活动，是第1000个来消费的学生就可以整笔算免费，这样。有这种事？要振作哦，不要太难过。这么可怜，不然加几分好了。徐展瑞有58，差一点点，再加油。好。林木星38。整天这样3388，衣服也不穿好。王世维，我这次真的有认真。40分，老师对你没有期待，这学期不会过。徐展荣，84分。哈？全班只有你一个及格，你要加油。希望你知道老师的苦心，一定会度过。天哪，太厉害了吧！再一次。看，厉害了吧？老板，我真没有中吧？你这个当然是没。有啦有啦，有中，有啦有啦，哎，2000，2000，2000，哇！你确定啊？确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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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。那我走了。保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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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。儿子，哎，我可以进来吗？不行。那我就进来一下。我都听妈讲，失恋这件事情啊，真的没有什么。爸爸也苦过啊，爸爸之前也被人家抛弃过，那时候我一个人。没有人关心我，现在很多人关心你，你要知道你多幸福啊！嗯，男生吼是应该要有一点点这种挫折，但是没关系，真的没关系。你只要吼，爸爸在讲，你有没有在听？有，我在听，我在听。往前看，我们要往前看。我知道啦，我把你反了，我没有事情好吗？对，跟爸讲，跟爸讲，你是不是很难过？爸，我真好。我知道，问那个小姑姑下午回来。哦，妈真的很烦哎。他们都一定要讲到全部。他们都在关心你，你要知道你很幸福。他们只是想八卦，他们没有关心好吗？喂，喂，你好，这里是防止自我干扰中心，想问你最近过得如何呢？我很好啊，为什么要打给我？哦，没有，我们就只是想关心你一下而已。我没事好吗？不要再打给我了，拜托。哎，大家在干嘛？很可爱。是眼睛，是一根小蛋。干嘛？出来一下。干嘛？我才跟亲戚说你分手，现在又和好，你是给妈妈难堪是不是啊？我哪有给你难堪啊，我从头到尾就叫你不要跟亲戚他们八卦，你自己要八卦，你怪谁？一句一句。儿子、啊，不行。你们现在和好了哈，爸爸跟你讲，你不要放太重的感情，要不然你会跟之前一样，你们现在的感情就像破掉的那个碗一样碎掉，怎么拼都拼不回来啊。等一下那个小姑会来啊。哦，对不起，抱歉，我很急，可以让我先上吗？干嘛，我也很急啊。他咬你有啊？你有没有受伤？其实他是在玩啊，他是这样子。现在要复合，看他们是能好多久，一定没多久又分手了。重蹈覆辙。你成语都这么多的吗？有吗？很多吗？
BB， 你跟我分手这段期间有什么感受吗 ？BB， 在跟你分手这段期间呢，我真的觉得做人很难，真的很难。C 库，你也在购物啊？没有啦，就双十一就加减看呐。啊，听说吼那个某某购物超划算，有机会吼可以把那智慧电再寄回家。跟你说吼，加一元还可以加购那个 Alias Fit， 那好想呀！来，你不要乱看，看情况，放心把身体交给我吼。来，啊，等我一下，我去准备一下呢。最好是送那么大。我现在开始发功，你有没有感觉到热热的？没有啊。热热的。是有一点啦。啊！但是为什么我听到吹风机的声音啊？你不要吵，那是我发疯的声音。有没有感觉到刺刺的？没有刺，只有热。刺刺的！哎，西姑，你是不是刚力不够啊？十一姑不够力，要双十一姑才够力。智慧电车让你骑回家，一元加购 Alias Bay 最高回馈23%，亿万红包天天抢，